Thank you.
one. I want to hear it. I want to hear it. Thank you.
Thank you.
也被玄宗皇帝宫廷画师之手张轩挥毫留在了画室之中。相传有宋徽宗临摹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，历经无数坎坷，传承至今，将这一瞬间的美景定格在国画画卷之上，为我们再现了浪漫恢宏的盛唐气象。 泱泱中华，悠悠大唐，美在妙。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，本场典韦限定演出到此结束。大唐芙蓉园全体工作人员，祝您游园愉快。 妈妈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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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Thank you.
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，欢迎来到大唐芙蓉园。一分钟后，大唐芙蓉园艺术馆将在本区域为您带来点位限定表演，现邀请您。做过伟大的人，大声过辉煌的思想，交织着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在璀璨的穹顶之下，高悬着两颗光彩夺目的巨星，那是一代名臣颜真卿和即将写出茶经的陆羽。唐大历九年，一个微风拂面的下午，一叶扁舟，一碗清茶，两个足以影响整个大唐文明的人，阔别二十年之后再次相遇。不羡黄金杯，不羡白玉杯，不羡招神，不羡目露台，千羡万羡杯中碧，仙人不为洛中来啊。没想到我陆羽这艘陆船还比雷公你去仙人啊。哎，我遭贬谪到此，怎敢自称仙人，倒是你这茶如今就算是奉上，想喝也喝不到啊。哎，说来实在惭愧啊，当年也是辜负了雷公你举荐我入世的一番美意，还要恭喜不要怪罪才是啊。你可还记得当年你是如何拒绝我的啊？万县西天水
他怎么了？
了咱们。是往那个高处走，那个镇江里头。这有个瀑布，可能是往那边走，那边没啥玩的，那边。那边可能咱们就转就转到那个就是中间就应该是个大老远的转了。我们是外边转吧，妈妈，是外边转吧。对、嗯，是、嗯。嗯滑起来
个都二十，我每次看表演都二十。是啊。哎呀，这还是我们父母辛苦带来，历经全国昆山市历过各山的传统。啊，可以。嗯，还搞了一大圈。Thank you.